一百多年前的1910年，美国传教医师、医学教育家胡美就在这里，在湖北汉口火车站翘首以待着一位盼望已久的同行，一位刚从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的亚洲第一人严辅庆。当胡美第一次见到严辅庆的时候，便意识到美国雅礼协会在华事业将开启新篇章。严辅庆祖籍福建厦门，1882年7月28日出生于上海市江湾一户清贫的基督教牧师家庭，在兄弟姐妹五人中排行第二。他幼年丧父，母亲多病，所以在少年时代就立志学医。他从7岁起就寄养于伯父，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严永京家里，得到伯父及家人的关照与资助。1909年，严辅庆从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后，又到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研读。获得热带病学学位后，于1910年2月接受美国慈善组织雅礼协会的聘请，以雅礼协会成员的身份途经汉口到湖南，协助在长沙的胡美开展医疗工作。1905年的夏天，年仅29岁的美国医师爱德华·胡美受美国雅礼协会之邀，携妻抱子来到长沙，建立了湖南省第一所西医医院。雅礼协会是美国大学中最早也是唯一的一个专门推动学校同中国联合合作的机构。1901年，当耶鲁大学200周年校庆之际，一批耶鲁学生在校方支持下成立了雅礼协会。雅礼既是耶鲁英文校名 Yale 的译音，又取《论语·述而篇》“子所雅言，诗、书、执礼”之意。耶鲁的传统是重视教育，因而雅礼也自然地将教育作为同中国合作的主要领域。胡美在汉口迎接严辅庆的第二天，严辅庆就被胡美拿到了汉口参加中华博弈学会的第二次年会。而当时召开这个年会的基本上的他的团队成员都是外国的教会团体或者是传教团体的这个属于西方来的那一边的职业医生，所以基本上里面都是清一色的外国人的面孔。当胡美把严辅庆带到这个会议现场的时候，引起了全场的哗然或者是瞠目结舌。他虽然是一个中国人的面孔，因为他是属于亚洲第一位在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博士，所以他受雇于雅礼协会来湖南加盟这个雅礼医院的这种开拓性的工作，所以当时他去参加这个会议的时候完全符合这个中华博弈学会加入这个团体的这个两个硬性的条件。所以严辅庆是第一位中华博弈学会这个华人籍的这种成员。美国传教医师胡美急于把严辅庆拉入博弈会是有自己的打算的。胡美知道，作为美国雅礼协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医生，若想在中国站稳脚跟，一是要倚仗更有势力的博弈会的支持，二是需要一张中国人的面孔，帮助他推动同中国联合办教育的目标，
阎福庆无疑是最佳人选。感恩节那天晚上，阎福庆是准备了就是回国去，但是呢，他心里有很多矛盾，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因为当时是感恩节，他自己这里又没有亲人，因此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的失落感，心理负担很重。然后呢，雅礼协会当时的那个董事成员一个之一啊，就找到了他，就跟他讲话，然后带他一起在咖啡厅里面，他们一起喝咖啡，就跟他讲了这个雅礼协会在中国的那个所做的事情，所办的医学教育啊，还开展的医院，就是希望他呢能够学完以后，参加雅礼协会的工作，回到长沙去。阎福庆听了以后啊，非常高兴，就很感兴趣，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方面是回报祖国，另外一方面是一个慈善的工作。博医会大会结束后，阎福庆便在胡美的安排下，携妻子和女儿到了长沙。初次从上海来到内地，阎福庆既吃不惯湖南菜，更听不懂湖南话，而这些生活上的不适应丝毫没能阻止阎福庆匆忙的脚步。他一心投入到雅礼医院的门诊、手术和教学当中。阎福庆的到来结束了长沙城没有中国人出任西医医生的历史。胡美自1905年在长沙小西门的西牌楼建起的雅礼医院，虽说挂着医院之名，能治病的医生却只有胡美一个人，充其量只能算是个诊所。这种尴尬局面使得雅礼协会想要在中国推行西医的计划进展迟缓，真正了解中国的还得是中国人。在长沙行医短短的一个月后，阎福庆就意识到必须边行医边宣传，方能更好地推动雅礼协会的事业。很快，阎福庆就成为长沙城内最受尊敬的人之一。20世纪初，欧亚列强凭借大炮和轮船的威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年末，东北鼠疫又如江河决堤般蔓延开来，给苦难大众的头上罩上了一层死亡的阴影。在我们国家的医学史上，有一次东北鼠疫的这种流行，而这次鼠疫的流行是它发展的这种轨迹，就是流行的这种渠道的是由北向南慢慢这个延伸的。当时湖广总督以及湖北省的行政负责人邀请在长沙工作于雅礼医院的这种阎福庆医生，希望能够到湖北去进行这种东北鼠疫的这种预防控制工作。夜已经很深了，阎福庆依然坐卧不安。他和雅礼医院的院长、美国人胡美以及地方上的望门官吏都商量过了，大家对是否放下手边的工作去援助湖北的防疫工作看法不一。思来想去，悬壶济世的医生天职促使阎福庆下定决心，请求胡美院长批准他立即奔赴湖北的高危疫区。湖南与湖北的话是一个省市相依的或者是比邻的两个省份，如果让鼠疫传播到湖南，蔓延到湖南以后再去做这种预防工作的话就有点迟，所以他这种想法的话就伤得了这个湖南士绅以及社会民流的同意。所以阎福庆就是很顺利的以雅礼医院的名义去很顺利的参加了这种湖北的鼠疫的控制与预防工作。了解了疫区的情况后，
严福庆果断地采取了注射疫苗、捕杀老鼠等一系列控制疫情的措施。他以娴熟的公共卫生学的学识及杰出的组织和指挥才能，出色地完成了湖北京汉铁路鼠疫蔓延的防治工作。拖着疲惫的身体，再遇回到长沙的严福庆，病倒在床。严福庆回到长沙之后就开始咳嗽，数日不止，人也逐渐消瘦下来，与感染了鼠疫的症状很相似。这可急坏了胡美院长，医学出身的胡美亲自给严福庆做了全面的系统检查。幸好，检查的结果是严福庆没有感染鼠疫，而是由于过度劳累和偶感风寒所导致的疲劳综合症。这次防疫的工作呢非常成功，事情结束了以后，湖北省的卫生主管部门给严福庆颁发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奖章。在严福庆生活的那个年代，西医还不能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医学观念，也使西医在中国的最初发展困难重重。所以当美国牙礼协会的胡美博士准备在长沙兴建西医学校和医院时，便遭遇到了来自官府和民间的无数阻挠。说到牙礼协会来中国的目的话，就是属于办医办学或者是办教育，当然这个教育就是有其他的教育，也有医学教育。100多年前，在中国特别是湖南，对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中医的崇拜和对西医的不了解，使人们对西医办学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不仅来自民间，官方也对外来办学者设了道道门槛。美国牙礼协会的人员刚到长沙的时候，就看到了地方政府发布的一条广告：所有民间和外国人签订的房产买卖或者是租赁协议，政府一概不予承认。这标志着外国人连办学的房屋都租不到，办学就更成了镜花水月，无从谈起了。一心办学的严福庆和胡美一直在寻找着西医教育的生存机会。1912年，严福庆和胡美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这一年，时任湖南省咨议局局长，后来当了湖南省都的政府要员谭延闿，出人意料地请西医大夫为自己看病。谭延闿因病数日，双眼紧闭，高烧不退，亲朋好友如坐针毡，急作一团，四处雇请名医就诊。出生于传统观念深厚的封建大家族之中的谭延闿，对中医十分信赖。这一次，他吃了不少药丸汤剂，但依旧高烧不退，效果不佳。眼看着谭延闿久病不愈，手下人建议说，西牌楼那里有个牙礼医院，听说医术高明，把牙礼医院的西医大夫请过来看一看，说不定能治好病。已经对病情束手无策的谭延闿，在迫不得已之下，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叫手下去请牙礼医院的医生来家中就诊。因为他们对洋人也不太相信的，我爷爷后来去了以后呢，因为他脸是中国人的脸，而他讲，据我知道他也能讲几句湖南话，所以呢容易沟通。另外呢，
谭延闿本人本身是对西本身是不感兴趣，对洋人也不感兴趣的。中国人医生嘛，他就试试看吧。到了谭延闿的寓所，面对这样一位特殊患者，严福庆自然会小心应对。他边给谭延闿测体温、量血压，边详细询问了谭延闿的病情，诊断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严福庆胸有成竹地告诉谭延闿：“您患了大叶性肺炎。”随后便对症给病人开了药。正所谓药不在多，对症则灵。服药之后的谭延闿很快就退了烧，一两天后就有大病初愈、如获重生的感觉。这次无心插柳的看病经历，也使谭延闿对西医产生了兴趣。所以他很高兴的情况下呢，就跟我爷爷提出来，我想送点礼物给他吧，就你能不能就送点钱给他吧。那我爷爷呢就说，钱我不会要的，我跟你要一样东西。我爷爷很策略的，跟他要钱，我爷爷不是贪财的人，然后就提出要在湖南啊，他提的理由很正当的，正在他为西医感到对西医有点信任的情况下，他就提出来。我想现在这个湖南呢也缺医少药吧，所以我想呢开一个学校，主要是培养乡人子弟。严福庆充分而详实的办学计划令谭延闿产生了浓厚兴趣，当即表示：“你们要办学，我支持。”而且据我爷爷讲，后来谭延闿一直很支持办这个湘雅医学院啊，包括他的前身啊，好像他都很支持。我想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帮他治好病是个由头吧。得到政府的支持，不亚于喜从天降。严福庆立刻把谭延闿支持西医办学、同意引进现代医学的信息转达给了远在大洋彼岸的胡美。胡美看了严福庆的来信，也是异常的高兴。1913年到1914年在湘雅筹办的时期，严福庆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既是雅礼协会聘请的工作人员，也是谭延闿委托的筹办湘雅医学教育的中环人员。所以说严福庆在湘雅医学教育的创办过程中，他既是雅礼协会的人员，也是湖南也是中国人的一个代表之一。在湘雅的创建初期的话，他具有一种双层身份的作用。谭延闿和雅礼协会之所以看重严福庆，与其特殊的家庭背景也是分不开的。严福庆的伯父严永京曾经出任过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长，严永京的大儿子严惠庆是当时北洋政府的外交次长，严福庆另外一个堂兄严德庆则是我国铁路的开山鼻祖詹天佑的得力助手。基于这样的名门望族的家庭背景，再加上出色的西医教育经历，严福庆受到雅礼协会和湖南省政府的双重信任，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1913年7月份的时候，湖南省政府违反雅礼协会违反签订了一个双方合作办一办学办院的一个协议，但是这个协议称之为契约。除了责任的界定之外，在草拟协议时还曾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学校怎么命名。经过一番商讨，定名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湘是湖南省的简称，
雅是雅礼协会英文翻译过来的中文首字，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属于中美合办的，所以湘雅二字被一致通过。在当时动荡不安的时局下，能获得官方允许创建国际合办学校，在严福庆看来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1913年秋天，出现在长沙街头的湘雅招生广告吸引住了许多有志青年的目光，一心报考湘雅的青年甚至直接把自己的照片贴在了招生广告上面。1914年1月22号，湘雅历史上第一批学生参加了开学典礼。第一届开学典礼的顺利举行，并不意味着湘雅的办学大计已经成功，因为反对湘雅办学的抵制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湘雅的抵制行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地方的行业人士、不同医疗行政流派的反对。20世纪初的湖南医疗卫生行政部门主要分为两大派，一个是德日派，一个是英美派。严福庆自然是属于英美派，但当时德日派把持着卫生行政大权，创办湘雅之初就有三个德日派的西医强烈反对，明确提出湘雅不能办，说严福庆等不能代表西医。另外，当时北洋政府在医疗管理上的混乱也是威胁湘雅存在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因为在报批的时候，北洋政府电令湖南取消合同，所以这个契约就流产了。流产了以后，严福庆和湖南省政府的筹办人员就心里非常不服，就赶到北平找北洋政府，就想要陈述湘雅创办的理由。经过张求俊的努力，严福庆终于得知了政府不批建湘雅的理由。地方政府与外国私人社团的签约没有前例可循，这意味着政府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湘雅采取公私合办的方式办学。事到如今，湘雅的建立似乎走进了死胡同。眼看着几年的心血将要付之东流，严福庆只觉得前途一片渺茫。为什么开拓一个新的科学领域会这么难？难道真的要就此罢手吗？进退两难之际，还是深通政府门道的张求俊为严福庆指了一条明路。他建议严福庆也搞一个私人团体，私人对私人总该可以了吧。严福庆茅塞顿开，击掌称绝，立即组织人马成立了湖南育群协会，把原来的湖南省政府地方换成了湖南育群协会。1914年7月，湖南育群协会和雅礼协会签订的办学协议得到了北洋政府的认可，严福庆终于能名正言顺地办学了。湘雅创办之后，严福庆作为一校之长，在专注于医学教育事业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利用自己学过的预防医学知识，把疾病预防教育融入到了长沙市民的健康理念里。可以说，这个时期长沙及周边百姓卫生防疫意识的提高，严福庆和湘雅医学院功不可没。
那么从这一开始，严福庆作为湘雅的首任校长，一直到1927年12月18号离开湖南的话，他前后在湖南长沙工作了12年。这12年的话，他前面有创办医学医院职工，创办医学教育职工的话，还有就是培养人才职工。而且在这10年的医学和医学教育的实践中，严福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半医半学的理念。严福庆的教育理念有3个重要的支撑点。一，在严福庆看来，医学要让国家来办，把医学收归国有，主张学生毕业后在公立医院或者是有档次的私人团体创办的医院从业，不提倡毕业生自己私人开业。所以湘雅创办的第一届毕业的学生里，有9个学生都是走这种道路的，唯独有一位资本家的后代毕业后就私人开业了。二，医疗技术为人群服务。三，建立预防医学系统，以防病为主。中国是人口大国，只有开展防病为主，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百姓的健康。因为湘雅在开办过程中不是一帆风顺的，碰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作为他来讲呢，动了很多脑筋，不管找的是中国人也好，找的是外国人也好，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把湘雅这个学校办好，多培养点医生。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湘雅医学院自1914年建立至今，已经走过风雨百年，培育出了以张孝谦、汤非凡、李振偏等为代表的许多大师级医务人员，成就了南湘雅、北协和专业地位。湘雅获得的一切成就都与严福庆有关，因为他是湘雅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对，他的地位是无可替代，所以他身上实际上是，我认为他是脚踩了中华古老的文明，然后西方文明、现代科学之间，中国传统的文明，那湘雅是一种那个湖湘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表了。湖湘文化跟美国的先进的医学之间的一种两种文明之间的结合，那么它是一座桥梁。今天我们言湘雅，就必说严福庆，说严福庆就必言湘雅。严福庆是湘雅医学院的灵魂，湘雅医学院是严福庆的生命，我们的祖国则把严福庆3个大字深深地镌刻在医学教育的历史丰碑上。